妄想的人怎么跟疯狗一样，天天追着我们咬啊？先，你待会儿上去给张总做一个大致介绍，你就跟他说我家里临时有点事儿，回头我再跟他沟通。嗯，那你干嘛去啊？喂，张秘书让我上去了。我知道了。跟上那个车。看来你猜的没错，他跑那么快，肯定是创想的人。国州过了这么久，也是时候该见长了。久仰了，伯总。原来一直代表创想的人是你啊？没错，我是创想中国区的代表，也是花家收购案的执行人。不知道伯总如此有诚意的邀请我，是要跟我谈什么重要的事情？也没什么大事，我就是想知道，究竟是什么原因，让你对20年前云和花艺的事情这么感兴趣？其实原因很简单，一切能用来打败伯总的武器，我都会详细了解加以利用。只是因为这个理由吗？不然伯总觉得云和花艺对于我来说，还有什么值得探究的理由吗？伯总，不管是安提亚的订单还是花家，我都志在必得。伯总，你可要小心了。随时恐慌。升职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是吗？恭喜你啊！
我请你喝下午茶。谢谢啊，你现在是事业和爱情双丰收啊。不仅荣升了经理，而且还得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爱情，恭喜你。谢谢。但其实我最开心的就是劣质花财的事情终于被曝光，真相大白。渤海也不用再受大家的误解了。是啊，我之前好像也是误会他了。算了，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。 只要你以后不要再对渤海有所误解就好了。走啊！啊！什么？从车里下来的不是创想的商业代表？那个人只是个幌子，目的是为了保护车里真正的幕后黑手。那真正的幕后黑手为什么不肯露面啊？ 只有一种可能，车里的那个人就是我们一直在找的，潜伏在公司里的商业间谍。哎呀，我的汗毛都替他竖起来了。是时候该清理门户了。可是公司这么多人，怎么样找那个人啊？宝妮啊。 给我打一份今天的缺勤人员名单，凡是离开公司超过一个小时的，不管什么理由，都算在内。哦，好。陈秘书，哎，要不一会儿我打印好了给您送过去吧？不用，你现在弄就行，我在这儿等你。 宝妮，我有话跟你说。那等我把东西放下吧。不行，你可以等不了了。宝妮，到底什么事啊？陈秘书让我调取了今天的缺勤名单。 那又怎么样啊？你别再演了，我已经知道了，你就是创想的商业间谍。然后呢？你现在不应该是去跟渤海邀功吗？还是说，你想用这个把柄来威胁我？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。 我告诉你这件事情，是想让你有所防备。你明知道我是创想的人，还要帮我？我也不知道我这么做是对还是错，我只是不想看到你有事啊。 希望你能记住，我不需要你帮忙，我也不会领你的情。从今天开始，你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。 今天的缺勤名单，经过排查。
这上面是今天缺勤名单中的可疑人员。莫南为什么缺勤啊？他去拜访媒体了，我已经跟对方核实过了，没有问题。其中可疑名单中的小王呢，说不清楚他去哪儿了，而且我查了他的银行账户，每个月都有可疑的资金转入。立即开除小王。就这样认定小王是内奸，是不是太草率了呀？宁往无踪，我们已经在创想身上栽了太多的跟头，我绝不允许再有可疑的人员留在公司。丽丽，你就别哭了。是啊，你看你哭的妆都花了。小王，小王他怎么会是内奸呢？是不是搞错了，思思？哎，我问你啊，小王他真的是创想的商业间谍啊？问你话呢。啊，小王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个好好看啊。嗯，玫瑰银河。哦，玫瑰银河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嗯，我老早就想去了，但一直都没去成。为什么没去成？里边全部都是情侣在看，我一个人去那不被虐吗？那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了吗？你陪我去啊。看你那么可怜，我们也去虐虐别人吧。嗯，好啊，那明天去吧。明天？明天去。明天可能不太行。要不后天？后天也不行。后天我可以去。大后天。啊。下个月，下个月的。下个月，明年算了，人家都没有了。下个月。有有有。放心吧，国内国外所有信息都处理干净了，渤海也不会怀疑你和创想有任何关系。嗯，这次真是够危险的，幸好你早有准备，没有着了渤海的道。他不是想找内奸吗？我们就送给他一个。渤海这次起死回生，不仅稳住了那些小店主，还让舆论对他改观了。我们再想要对付他，就没那么容易了。反正我也没什么可失去的了，只要能扳倒渤海，我有的是耐心。Thank you.
我还可以永远在一起。你许的什么愿啊？不告诉你，告诉你就不灵了。你不说我也知道，因为我许的和你一样。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我私心推出的迷你小魔瓶系列，这个系列呢非常适合摆在办公桌上、梳妆台上还有写字台上，虽然稀松平常，但却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场所。虽然迷你小魔瓶初见时看起来会非常不起眼，但是我相信它渐渐会成为人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。就像结婚已久的爱人，虽然他对你的爱是非常细微的，但是却是无处不在的。那大家也可以看到啊，这款花呢我们也会选择不一样的花材去点缀。就博总，永丰急件需要您亲自签收。有事暂时离开，大家继续开会。继续。那我们的这款小魔瓶呢，已经在网络上正式开始预售了，将在下一季正式推出，届时会在我们的门店同步推广。小阮，这是给客户的重要文件，麻烦你今天帮我尽快寄出。好，谢谢，放这里就行了。博总的急件是谁寄的呀？我也不知道。对了，那个寄件人好像姓陆，叫陆什么清。陆云清？好像是吧，我也记不太清了。好，谢谢啊。没事儿。你走来走去的，不累啊？不累。就算你不累，我的话也经不起你这么走的呀。你今天收到的快递里面有什么呀？琪琪，有些事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，你再给我点时间好吗？好吧。但是如果有一天你伤心了、难过了、需要安慰了，我的怀抱随时都欢迎你。琪琪。我问你啊。如果我是说，如果有一个你恨了很多年的人突然出现了，你会怎么办啊？恨了很多年的人，那他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吗？对。那我就当面跟他对峙，问他为什么当初要那么做，然后我再狠狠地骂他一通。来到这里
你却不喝酒，未免太扫兴了吧。我现在舍不得醉，我要时刻保持清醒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威廉，我的仇人他回来了。你的仇人？你不会说是陆云清吧？对，20年了，他东躲西藏了20年，现在终于忍不住要现身了。20年前那场大火，在场的只有他跟我父亲。我的父亲在火场惨死的不明不白，可是他却消失的无影无踪。问问他，他是怎么害死我爸的？陆云清这个人阴险狡诈，你不一定是他的对手。我看你还是别轻举妄动了。我等不了了，我已经等了20年。威廉，这一次。老板，老板，人找到了。哎，哎，哎哎，陈秘书怎么了？大惊小怪的。博总也是啊，从来没见过博总这么着急啊。这什么情况啊？不想进去，这件事就交给我来搞定吧。早晚要迈出这一步的，走吧。您好，请问您找谁？您好，我想问一下，有位叫陆云清的是住在这儿吗？您稍等，我查一下。我们这里的确有一位叫陆云清的客人。哦，那我问一下，他住哪个房间啊？我方不方便去看望他一下？啊，您是他什么人？哦，我是他原来的邻居。哦，是这样，陆女士吩咐过，只同意亲属探望。啊，您可以留下您的姓名和身份信息。等我问过陆女士之后再给您答复，可以吗？哦，这样啊。可是提我的名字她也不一定能记得住了，而且我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儿。那谢谢你啊。好的。喂，莫总，你推测的没有错，寄信的果然就是陆云清。而且他现在就住在城郊的一家疗养院里。继续查。好。陆云清
既然你不知死活的送上门来，这一次我绝对让你逃不了。丽丽，小王这几天怎么样了？哎，没想到啊，小王平时看起来老实巴交的，居然会是创想的商业间谍。你别胡说，小王他一定不是商业间谍，他肯定是被冤枉的。这又不是我说的，这是博总说的。你说我急什么？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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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丽丽，你别太难过了，对不起啊。嗯，宝妮，又不是你的错，你道什么歉啊？啊，我，你怎么了，宝妮？你们几个跟我搬东西。啊，好的，好，来了，走，走吧。哎，莫南来的正好，走吧，跟我们干苦力去吧。啊，大家把东西放到里面就可以了，记得小心轻放，千万别摔了啊！小心点。哎，小心。哎，辛苦大家了。放这儿，放这儿。王妮，小心啊！我帮你。啊，谢谢啊。哎，周总监，这些破破烂烂的东西什么呀？这些都是云和花艺的旧物，当年大火以后，这些东西一直无人认领，后来都交给花艺协会保管，现在花艺协会决定交给博总。哦。好了，继续搬东西吧。好。是我知道，你心里才是最难受的。莫南，听我一句劝，收手吧。不用你管。莫南，我真的是搞不明白。我认识的你，是正直善良、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人，你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你的野心就那么重要吗？比我们三个人的友谊，比你的良心还重要吗？够了！你根本什么都不懂。莫南，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？
我没有义务向你解释，你也不用试图了解我。如果你实在看不惯的话，可以跟渤海去揭发我，不然的话，你就不要在这碍手碍脚的挡我的路。和花艺的东西到了，我已经放到库房里了，等过几天再做打算。谢了。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零零七啊？我不想把琪琪牵扯进来，再等等吧。这是妈妈的画店，也是小海的，是我们两个的画店。我们两个的，嗯，太好了。爸爸，小海，爸爸，小海，爸，妈妈。人生的快乐比金钱更重要，善良比快乐更重要。人可以不富裕，但一定要善良，善良是人的立身之本。男儿，胡萝卜两根，土豆两个，洋葱一个。 OK， 可以啊，伯总，你说吃大餐就是吃火锅啊？你对你男朋友有点信心行不行？我告诉你，我把网上所有的菜谱都看了一遍，最后呢，我决定还是这个火锅比较容易学，好上手，而且不容易出错。真奇怪啊，我从小到大第一次见吃火锅还要吃胡萝卜还有洋葱的。不懂了吧？人家网上都说了，我现在做的是现在最流行的养生火锅，你就等着吃吧。好。哎，琪琪，嗯，你知不知道莫南他父母的情况？你问这个干嘛呀？他是你最好的朋友，我也想多了解了解他嘛。我反正没听他提过他妈妈，但是他父亲好像已经去世了。哦，是吗？嗯。那你知道他父亲是怎么去世的吗？嗯，没听他说过。你知道你刚才摸的眼睛吗？嗯。你刚才切了洋葱，然后又摸了眼睛，眼睛不辣吗？
还继续装。给我拿纸。把手拿。给我拿张纸去。把眼睛睁。给我拿纸，你干嘛呢？录视频呢。录什么视频啊？快给我拿纸。怎么样？是不是一看就特别有食欲啊？真没想到，我真是赚到了。某些人要身材有身材，要脸蛋有脸蛋，上得了厅堂，下得了厨房，我真想向全世界炫耀。不行，我不能向全世界炫耀，我要炫耀的话，你肯定会招来很多狂风浪蝶的。你放心，我只做给你一个人吃。来，尝尝。慢点啊，小心烫。人无完人，我觉得你还是别太勉强自己了。不好吃吗？不可能啊，我是按照食谱做的汤料啊。我尝尝。根据我的调查，这间疗养院管理非常严格，只有客人和内部工作人员才可以凭证进入疗养院的内部。每周一的下午，疗养院会暂停接待访客，渤海势必不会出现，这是你接近陆云清最好的时机。莫总，根据我的调查，这个陆云清是上个月才搬进去的，他就住在四层，这是四层的平面图。你从电梯进入四楼，走到最后的这个房间，它就在这儿。当然，途中你可能会碰到疗养院的工作人员，但是你不用担心，这间疗养院兼职的医生非常多，流动性很大，所以偶尔有一个生面孔，没有人会怀疑。这小王平常呆头呆脑、老实巴交的，他应该不是内奸吧？当然不是，狐狸生性狡猾多疑，要想抓住狐狸，首先就得让他放松警惕。那我明白了，小王就是让内奸放松警惕的烟雾弹。不错，那老板，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啊？我总觉得，这个内奸和二十年前的云和花艺关系匪浅，这一次我要让他自投罗网。大功告成，搞定！都这么长时间没动静了，内奸真的会亲自找上门吗？会的，他一定会来。云和花艺的种种，都与陆云清脱不了干系。消失二十年的关键人物突然出现，看似一切谜团即将迎刃而解，这个诱惑谁都无法拒绝。
少年才被另一人遇见，走啊走啊，过去从前，过眼成云烟，一场梦，穿过多少黑暗和崎岖，才看到你绽放耀眼美丽。闭上眼，听见了话语，说无能为力，说只能爱你，爱你。开的